这阵容要兰博吗？大交流其实还挺好的，大款。左边是卡尔玛，他烧不到啊。对呀、啊，跑太快了。是左边是卡尔玛，他要兰博吗 ？Hello。现在 LNG 中上下三路线权啊，这红色方 BP 有点成功啊。对线情况来看的话，哎，也去遭遇了有意的贾克斯。怎么说？先全技能捅了一套上去，然后留个 Q 三捅上去，这么细啊，微微，差两下，第二下还是 A 死。Scott 有盾吗？有盾的话，有盾可以抽回来，抽回来，微微、哦，没盾，他学了两级 W 的，对，那还是抽回来了。确实得戳回来，奈特不闪，奈特闪的能活。哇，这二杠零 Scout， 哇！微微今天能出门了吧？微微铁出门，微微昂首挺胸出门，好吧？直接这样出去。下路看到落梅双招了，想越差一丝血，守护者直接领先一个治疗术的话 ，BLG 完全不敢还手。奈特动了一下，但是这奈特这波来感觉是害队友啊。奈特这波怎么说？一个 RQ 减速到嘎啦了，嘎啦直接回头硬换，换啊，没换掉，治疗没开，导致自己技能没按出来。卡尔玛的链也不是直接能控制的。嗯，他主要是想的是第一时间冲吃 RQ 那个减速了，他有点脱不开。马克怎么说？被倒钩勾住。有可能是第一时间问了 Net 说这个不是问了中路 Net 有没有闪，上波他杀 Scout 没交闪，他就有点怕那个卡尔玛那个 W 必中下中路。哎，怎么办？快保护！在线台赵信摆开，微微马克，哇，马克不回头的，走出来吗？今天微微是绝对能走，兄弟救的巨快。马克闪现一下那个侠，发条肯定死不了。这样 LNG 还是有节奏点的。又来中路守护了，但是 Net 的站位很稳，而且中路有人在反蹲。来了，那是被眼看到了。马克勾到，发条球过来再接到，投谁的？微微的，可以。这投不是辅助拿的就行了。对。那现在三路线都被顶在塔下了，把发条去，他还要小心被越来了，直接越了。紫卡原地，换了吗？哦哟，紫卡今天绝对走正门，好果断啊！第一时间反应就是直接换。小龙已经在龙坑里了 ，Mark 一勾探一下草丛没人，火龙4800血，赵信卡了个3A，要带球进吗？赵信直接进去抢，没抢到，还被掰走了。但是看一下正面，没有司空大了，哎，都空大了，然后这波就没了，都不留人的。哦呦，李宁记撤退真的好快啊！这支队这么多空，一个都不中啊！关键队友不中的话 ，Scout 大招是捏着不放的呀。熏开大招，想往前顶。还在顶吗？还在顶，熏还要留人，想留过闪现台。上微微先倒，但是发条反手大拉的很不错，奈德要被烫死了。哦这个、退生给所有人回血，还能追吗？但是留不住人了。哦，这波好像，我觉得 BLG 如果贾克斯要追的话，就得所有人一起追过去。第一时间感觉没什么人跟他。一时间几乎是没人跟。有点装了，这波拿小龙就挺好，要猛归一波。这发条第三件出什么能打动你啊？出影面帽子，直接出帽子吗？只能直接出帽子。漫天飞雨没了，被逼出来，看一下，嘎啦直接向前闪现，勾到了 Mark 神狗，被掰有大大四个。Scout 什么情况？红恩直接一拳 A 死加克斯，还在追。紫卡正门的欲望，把球给带到了前面，让 Scout 收了个头。没问题，确实没问题。这波 Gala 的向前闪现弥补了对线期的那个向前闪现。对，马克也是。马克这钩子太准了，有点准。他勾到直接勾到 Elk 了。哇，全都想走正门，但这龙打的有点慢吧。维鲁斯一次打了三环，后克维鲁斯和发条
打得真有点慢，但是还行，卡尔玛过来硬打不管了、啊、对，硬打了呀，李宁记这里只能打完之后谁站着门口，谁在门口守护，这里双 C 回城赵信只能微微快来个站门口的，撤了撤了，没成了，没回没回，要站走了走了，李宁记还在追吗？哎，又遭遇了，球在谁身上、哎、坏了，发条直接被贾斯单切了，这怎么办，完了呀，主心骨没了，哎呦，刚拿了一个大龙，可惜节奏断了。那说实话，泰坦跟赵信的保人能力还是有的，不让对面的人冲进来，主要这两个英雄又得往前走。哎呦，勾到了 Mark， 又勾个大，哎，还把洛的大招给逼出来了。你说上面红文兰博要单杀血，哦，紫卡，我全是东西啊，这几个发力了 ，Mark 跟紫卡。发大力了，他那边差点直接单杀了，就是为了爽。怎么说，小龙换大龙，李宁记还真换了，那就继续拖呗。拖。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大龙带来的伏笔，本来是一就要翻的，运营翻的局。那 LNG 的这个执行力还真可以，大家意见也挺那啥的，就指挥起来也挺方便的感觉。撤的也果断嘛，他是，哇，直接开辅助，哎、这个位置兰博大招考得很好啊，直接 scout TP 下来，但是没人能带球进场、啊，没后续了，那李宁记只能撤了，再等一波大了。右边这个阵容没大是完全玩不了的，嗯，没大伤害不够啊，这种大招流的阵容是这样。我出一个拜魔也好好肉，加上自己的那个被动能吃好多伤害，看着就肉，盾都破不掉，这兰博看着好恶心啊，关键是兰博嗑药了、嗯、他已经当最后一波在干了。哎，奈特，哇、哦啊、这配合啊，有点 NOC 那味儿了，都直接控制拉满了。那这样微微还可以往前戳，因为发条可以一直给盾，发条给球，但是发条被逮了，想过去找 scout 把大招关了，这样的话很脆，是的，都很笨，感觉他大招是不是关的有点也早了，有点晚，关晚了吗？他早关能扛两波伤害，这波 LNG 很强势啊，死告他都嗑药了，这么谨慎的中路，哎，一个阿 Q 被捆住没伤害，哇 ，Mark 被砸烂了 ，Knight 的 Q 技能 CD 很快，大招 CD 很快，现在巨快，这卡尔玛还是可以继续阿 Q， 爽了，怎么说，打到三个人 ，R 又好了，又一个阿 Q， 哎呦 ，Knight， 然后又有了。脚闪先拉出去，哇兄弟，这个卡尔玛有点好玩，他打中两个人那个技能就直接好，对，或者是 Q 的二段打中一个人也直接好。哦、这卡尔玛超了超了超了，得拿这个偷分。感觉卡尔玛中单包偷分的这个英雄，感觉得三件套，就像他这个三件套。对啊，就他这样现在肯定。禅意、世界专注加那个帽子。哎，马克给个盾稍微往后拉一下，那这样的话又不能出去补视野了呀，那大龙这边被 LG 直接打掉了呀，奈特位置可以再给一发痛的吗，再 RQ、哎、哦，好难受啊， Scott 走不出门了，奈特怎么说，奈特不急啊，上路被压出被压昏了，已经高地被拆直接放了，毅力计要不慢慢逼门压塔，反正有卡尔玛就一直砸 RQ 的，砸前排也是赚，不敢开呀、啊、哎，开了个泰坦，开了个奎桑提，没后续啊，这大招等于白挂，下个救赎，卡尔玛 RQ 一直有角度的，这里站的有点抱团了，我、哎、被拉两个，拉两只，怎么说，往里进，霞先倒了，奈特这边加速跑，
那就有两路兵线的压力啊。而且这个卡尔玛的盾给的加速也很快、啊、对，这版本卡尔玛 AP 数值起来之后他的盾也很厚。哎，直接反打、啊、反打先逮你一只马克，微微想过去直接找人，但被欧恩恶心了。 W 直接走位鸟，然后回头再想打，而 W 吸口血，但是马上要后悔。哇，被六昏大招捆住，过去三段高拉手上，但没有东西，现在对合到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还在被六。哇，李宁记被六的好难受啊，就虽然是 BD 记一直在死人，但是感觉李宁记巨难受、嗯、来了又来，还在被当犬六挑过去。卡尔玛给自己加个盾，招进打人不掉血， RW 的 RQ 了，越打越亏。这李宁记打打，你感觉他在赚，实际上亏麻了。这龙放了，只能放。哇，要被卡尔玛打爽，这把真卡尔玛爽局啊。这 BLG 这分带的目的很明确啊，正面也是不跟你玩就拉扯、啊。关键到时候给 LNG 逼急了的话 ，LNG 要冲远古龙的脸。Elk 怎么说？被击飞。就差一个下塔了，这远古龙一个 RQ， 一个三个 RQ 能死一桌人。这木推了要转下，而且中上兵线又进来了，想扛着塔拆一波。反正盔装体扛是无伤的，能拆多少血是多少血。我又一个一勾 Elk， 哎 Elk 又没血了，要留小兵给 Elk 吸血。远古龙还有四十秒，别撤吧，这么稳的转大龙去了。对对，那这样的话李宁记还真有机会啊，主要他的远古龙和大龙不是同一时间拿的。我感觉死告的出秒表不如出女妖啊，因为他只要一消失他们这边就输了呀，就是消失那二点五秒都不行，我感觉就是你开了就人就没了，队友全没了，开了就没，他只要从这个峡谷消失，他消失了之后，其他人就直接就结束了，变成小金人也不行。对，怎么办？现在 BDG 不跟你搞那些有的没的了，他要带，有大龙 buff 一直带，李宁记还找不到打团的机会。怎么说，回自己门压塔，但是有炮车兵啊，这炮车兵一直 A 门压塔还顶不住的。现在拆了三路，等会儿升的是两个炮车兵每条线。哎，阿 Q 三个全部暴毙，暴毙了。怎么说，放的四十六分钟在自己家门口被团灭了，真能拖呀、哎、我说实话真能拖。他们的阵容前面就应该干的呀，维鲁斯加泰坦不干，不知道啊，维鲁斯的大招流的嘛，六级就直接猛干啊，可能确实觉得没机会吧。